你啊，我特別啊，你，我想講一樣嘢，就關於即係講緊件事啊。最尾個 round 咧，唔係基本上啊，無論我入咩小隊咧，我哋嗰隊啲隊員永遠都係唔公點嘅。最尾個 round 啊，同另外嗰兩個新加坡啲 friend 玩咧。跟住俾我搶到個等日本炸機咧，咁玩啲如果你玩壁球嚟或者萬花筒咧，可以出兩架軍炸機嘅，其他啲地圖只可以出一格嘅啫，一格軍炸，一格小鬥。咁我嗰彎特別先，最尾嗰彎特別先鋒，我殺咗79個，攞咗軍炸機，超越咗七月尾嗰陣時咪殺咗羅斯嗰陣咧。另外咧，喺我殺咗嗰陣時咧，中嗰架軍炸機終於都 T 1啦，我俾你聽。依家到我舉下除咗信標之外，其餘嗰啲全部 T 1 1。信標係要透過你啲 friend 解嘅，睇下你啲隊友同唔同心。你信標 T 1係好漫長，軍炸機終於 T 1啦，我俾你聽。我都蘇過。所有除了出標之外，所有嘢 T 1呢隻 game 都玩完了，我意思係玩一隻 game 會冇嘢好更新，佢最多都係有啲獎勵俾你啦。都睇嗰個 post 咧 ，YouTube 嘅都關於佢隻 game 啊，就話依家都 confirm 咗咩好多人好多嗰啲 studio 都參加。新的 BF 開發這個場面呢， 你如果沒記錯2024也是見過的，整2024的時候見聽過咯。你覺得2024這隻 game 其實是正確來說，應該是它在 BF 嗎之更新之後，咪仲有一個最後更新嘅，咪有呢個威爾金衝鋒槍啊、M3 紅外線啊、奮鬥手槍啊，一張掉個 Air Mike Marker 啊。咁呢個更新之後咧，帶新嘅 Dice 就開始整2024啦。佢話有15個月嘅時間。你覺得佢就2042出 game 之前嘅半年咧，就講過話隻 game 玩成都市人啊！跟住今時今日新嘅 BF 咧，嗰啲高層又話今次係前所未見大規模嘅即係合作咯，又話係又係玩成都市人嚟啊！呢個佢隻 game 嘅背景係。是在2025至2030年的，如果集合曬咁多個證據的話，唉，有講法，你2042咁多人幫手，不過最尾都是半仔成品，我可以話。2042啊，真係有喺 BF 裏面有史以嚟最弱智嘅一隻 game， 一開始嗰陣時最差嘅一隻 game， 仲差過 BF 五後邊。BF 五唔係佢話新嘅 BF 都有大屠殺，假地揾咗食雞啊！咁我諗緊，始終佢哋都係冇放棄過食雞啦。食雞最開始就喺 BF 一嘅。BF 一尾啦，應該係冇話 BF 五啊。點解話嗰班舊 Dice 員工就懶得戚咁樣喺嗰個 BF 一嗰度有一個叫入侵模式咧？跟住開發咗之後冇幾耐就已經冇咗啦。BF 五啊，更新最少嘅一次，一隻 game 唔可以用嗰一次。點解？1919年嗰陣時，原本咪
咪諗住，咦，又有好多好多時間可以俾你去更新呢樣、更新嗰樣，點知咧，大市就用咗足足半年時間去整 Firestorm 出嚟，結果就消耗咗一大堆時間喺個 Firestorm 嗰度咧，就冇更新任何嘢嘅。跟住八月幾日宣布 Firestorm 就已經冇更新，成個模式冷啦。跟住延時又有呢、這個塔，又有呢個黑沙咩係？有呢個黑桑，黑沙桑嘅呢個底底，我估咩名唔記得咗。簡體叫做，我叫咩咧？迪蘭模式唔知咩。危險地帶啊！有好多人，有好多個 studio 幫手，但係現時最終都係個半隻成軍。你唔好話啲槍嗰啲配件，基本上有當然冇咁滯啊！只 game 多咗一新嘅 BF 就係下年十一月。你話依家仲有成年幾嘅時間，我邊度做咩呢？我俾你聽，對喺二零四一，我接觸嘅時間係遠遠大過 BF 嘅，因為好簡單 ，BF 因為二零四嘅空檔期太長，三年幾喎，有冇一隻有冇一個 BF 有冇一個 BF 嘅空檔期可以超過三年幾啊？冇啊，睇得二零四先有嘅。你叫二零四玩咗都有由只 game 一開箱到依家玩到多耐啊？就好像等同於一個人，我是見證著現世有什麼改變，你問你有什麼問我都可以，但你說看貼吧那堆說什麼東西都算，聽他們說的就浪費氣那樣，自己專業喎。哇，有個人玩得過千幾個鐘頭，跟住啊，如果千幾個鐘頭的話，他好像沒有一個賽季，好似係頭嗰兩個賽季都冇玩過咁滯，又話有啲咩唔係問佢問你問你多餘，你望到有啲咩變咗就問我得噶。轟炸機點解好耐先 T 一咧？如果佢 portal 冇，如果佢冇 fix 咗 portal 嗰個特色咧，基本上我可以好快 T 一嘅，但係佢偏偏冇咗，即係爬數低啊，真係。王位咪攞冠軍，跟住有啲人就咩起佢底啦。佢原來咧喺內地讀咗間大學裏邊寫一篇文，係關於佢講咩佢咩反講個反戰中啲嘢咯。跟住然之後多一句啦，凡親起嘅下質起底啲人就猛咁又屌鳩人哋。我諗緊人哋大學碩士畢業，加埋個奧運冠軍，你咧？但嗰堆人，我話俾你聽，有啲可能連大學都未畢業，可能有啲人連大學都讀唔到啊！但人，不如你諗翻你自己到底個學歷點樣啊？學歷
叫致富街。不過有講法，哎呀，點解咁快？依家你同我講黃黃藍呢啲嘢，話俾你聽，正如2019年咁講，唔俾你中立，俾借多俾你一個立場。我諗緊 Miss 咧就講過佢自己係，即係我記得上傻堂嗰陣就 Miss 話自己係中立啊，但係嗰堆同學仔一啲反應都冇。你老尾人哋有中立，你又唔俾喎，偏偏人哋有立場。唔係喎，但係我想講佢其實咧示威者三罷嗰陣時啊。好明顯啲市民已經唔中意示威者有咩咧？你到尾勒索人哋，逼人哋同你罷工罷課。喂，你唔想翻工，人哋都要翻工㗎。佢教坊嘅啲邏輯真係幾咁搞笑。香港咩冇得份工揾到份，但香港冇得救啊，冇得救。我諗緊香港你救嘅咩？你有資格救香港咩？又話一早通知咗，跟住。一早通知咗罷課罷工，但係佢哋唔睇咯。我諗緊你自己本身又喺車廂度，咁你到底係翻工定係罷課咧？定係罷工咧？有講法搞笑，通知咗唔代表人哋會接受。喂，你叫人哋罷工，你覺得我會受咩？我睇到就受噶啦。睇完唔代表會接受咯。你要問人哋意見得噶。你覺得車裡面啲人會陪你一齊罷工？如果陪你一齊罷工，你做咩孭？你做咩要孭個背囊出去咧？都唔反正都罷工，你仲你真係唔使做嘢啊！我俾你聽。我諗起咧，學校嗰陣時啊，中六啊，就成日都見到啲人罷課啊，但係罷課不罷我啊嘛，佢哋喺圖書館嗰度咯，見到有幾個罷課都喺度做咩咧？佢哋都係讀書嘅，咪喺嗰度剪嗰啲。嗰啲報紙關於警察啦，跟住就個個咧就以為我講嗰個咩有事報警冇事啊，黑警就話撐警，跟住就講呢樣講嗰樣咯。我諗緊多一句啦，示威者嗰啲智商咁撚低，你過嚟你同佢講乜嘢都冇用。